已经很多人都广告，那我们。首先，我为大家介绍的这是蓝色的小精灵。我们这个花精灵呢，它的名字叫小球。我们这次特别以简洁优雅的白色绣球花，搭配着金玉草来制作成非常美丽的手工花项链。它的名字叫做小玉。那么它是以紫色的衣服来诠释我们这位花精灵的，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搭配了紫色的桔梗以及郁金香。利用鲜花来制作成一个方形的手提皮包，别具时尚的风格。我们相信你可以在很多我们花博的海报当中看到小葵其实是身着鲜橘色的衣服，所以我们今天的模特也特别用素描婚纱来搭配做一款美丽的橘色礼服，以琥珀黄色系的彩色海鱼来作为主要的花饰搭配。在它的头饰上面，我们也搭配了我们国产非常著名的彩色海鱼以及千代兰兰花来作为一些缎带的坠饰。当然这也是要种子宝宝，它的名字叫雅比。那么今天我们这位美丽的模特儿呢，她手上拿的是用芦荻草以及兰花来缀饰而成的手提式皮包，利用花艺雕塑的技巧，耗时3天3夜呢，将上千只的芦荻草做成种子的造型。爱的百儿，这位百儿呢，她身着的是绿色的衣服，所以我们今天的 model 也特别搭配了一款绿色的礼服，运用浪漫气息的百合，设计出一个比较有古典风格的水滴式捧花，在古典氛围的作品当中融入新的设计元素，来诉说花卉无限的一个美丽。美丽的花朵，我想在任何一个国家，你大概都买不到这么多漂亮的洋桔梗来做一个披肩吧。晚安，非常高兴。那高雄县政府，我们也是主办城市之一。那我们非常欢迎道奇队到台湾来比赛。我想这是暌违17年啊，不只是北台湾民众，我想南台湾民众也都非常的这个期待哈。那3月14号在高雄县这个澄清湖棒球场是可以说全国最大的棒球场。那我们已经配合道奇队做好这个调整。符合美国大联盟标准的一个很漂亮的棒球场。那我听说郝市长他对这个中华职棒这个明星队每位打红雾浪提供2万块的这个奖金。那我们县政府我们也同样哈，我们也比照在澄清湖棒球场打出红雾浪，我们也每支红雾浪2万块的奖金哈。那我想道奇队来访。刚好是台湾棒球最低迷的时候，给我们打入强心剂，我们非常欢迎。那祝这次到访大家这个球赛非常圆满成功，欢迎，谢谢，好，谢谢。Thank you， 谢谢我们的县长，谢谢县长 ，Thank you County Mayor of 高雄。So that's the guarantee。他说他们保障应该不会输那其实呢，他说这个17年来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棒球的这个世界回到台湾。Thank you very much, Mr. Paul Archie。我们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Baseball, Mr. Gene Orza。我们欢迎 Gene。Thank you, God. This is...第三位。球员小小郭你好，大家好，各位媒体大家好，又见面了，然后就是大家好，小郭，不错不错不错，好，接下来下一位 ，We'd like to welcome our player rep from the Los Angeles Dodgers, Mr. James Loney. Will you speak a few words for us? 你好 ，How's everybody doing? This is my translator, Hong Chi Ko. So I'm glad to be here and.I'd like to enjoy this experience with everybody. Thank you. 我们欢迎我们的 James Loney， 他刚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 Joe Torre 呢，特别为了我们这次的活动呢，有带我们的洛杉矶道奇的这个球队的这个球衣，
要给我们的戴祖伟，我们来看一看。哎，我们换一下，因为拿错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We got the wrong job。后面写的这个，我们大家名字都很棒，就是我们的道奇队的哦，我们的球，大家三位都穿起来，让我们三位一起，好不好？我们三位在，我们请我们的哦，我们这边高雄县长也有一个小礼物，我们有的是一个九龙盘 ，on this plate，it's a specially engraved plate, a ceramic plate from Taiwan, and it has nine dragons. That's what we call it, 九龙盘 nine dragons. 好 ，everybody, give a thumbs up.好，我们先。